秦尚城，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但你是了解我的。我华容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情牵连到其他人，造成一些无谓的牺牲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应该都清楚。 圣剑是要圣子之血才能拔出来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们圣盟之人有多少人希望能拔出圣剑，夺得盟主之位，不顾同门的性命自相残杀？现在你们还是如此，有何颜面继续留在圣盟之中？秦尚城，如果…… 这把圣剑只能让圣盟沾上鲜血的话，那我就毁了它，可以吗？如儿，小心！大嫂。 军开了！不是啊，你先放手他呀！厉亚德，怎么是你？为什么是你？